第二路拳又称炮锤。动作比较复杂，急速，刚多柔少，用劲以踩掰肘靠为主，以绷捋挤按为辅，动作刚劲迅速，着重弹性的锻炼。套路中有窜蹦跳跃、腾挪闪战的动作，从形式上看，它的快刚跃与其他拳种好像并无区别，但是本质上却有很大的不同。在运动中不断的旋腰转背、旋腕转膀，形成一系列的螺旋动作，开中愈合、合中愈开，从而收到开与合统一的功效。